Mais oui, mon pote. La chanson de Prout. C'est pas moi, c'est lui parce qu'il est. Il est comme ça. Ben voilà, c'est ça que je voulais te dire depuis. Moi, je suis comment? Il est comme ça. Oh, mais vous, il est. Toi, t'es toc-toc. T'es toc-toc. Tu lui, comme il casse la tête, vas-y. Tu casses la tête? Ouais, je te casse la tête. Si, tu prends ma tension. Vas-y. Attends, donne-moi du papier, voilà, attends, on va faire de... Attends. Ah! Non! Il est pas parfait! Ah non! Au secours, Yannick! Quand vous allez partir, vous m'oubliez pas surtout. Oh, bah non! Je vais dormir là. Vous l'avez dit?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我们刚刚看到那段画面，来自法国的一间医院，他们有小丑医生陪伴小朋友一起克服最令人无助的身体的病痛。台湾有个艺术家专程跑到法国去学当小丑医生，我们欢迎沙丁庞克的团长马兆琪。妈妈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们刚刚虽然在影片里面看到小丑医生做什么，但是我们还很想知道详细来说，小丑医生到底在医院里面写协助医生什么？然后法国是不是每一间医院都有小丑医生啊？是，的确在法国呢有很多在做小丑医生的机构。那到底什么是小丑医生呢？他其实呢就是有一群非常专业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或是小丑。那这一群人呢，他们会到医院里面去，为这些医院里面的病童去设计打造专属于他们的小丑表演。那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医院这个很紧张很紧绷的时刻可以稍稍得到一些疏解，也让他们借由笑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疏解一下他们的身体以及心理上面的病痛以及那种压力。所以具体来说你们会协助医生什么呢？因为我刚刚看到小朋友真的超开心，他们是围在病床旁边，或是看起来有一些像是在候诊室。是，对，小丑医生一旦到了医院里面去，他们其实随处都可以上表演的地方，候诊间啊，不管是在医生看诊的地方，或是他们的病房，或是走廊，甚至他们的游戏间，甚至餐厅，小丑只要经过的地方，只要有小朋友，他们都可以表演。对，那医生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呢，也会跟我们小丑讲说，哎，那个几点几分的时候，我们要去哪一个病房要打针，到时候你们也可不可以来一下，来让这个小朋友在打针的过程当中不要那么的紧张，这样。小朋友在打针的时候，小丑医生在旁边可以做什么？你们会做什么事？我们就是尽其所能的去让他的注意力啊，不要一直放在那个针以及打针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其实也要看小朋友他年纪大概多大。对，从小到大都有不同的表演方式。那我们也许是唱歌啊，也许是变魔术啊，也许是吹泡泡啊，也许是玩小偶啊，让他可以暂时忘掉医生在打针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小丑表演的时候都会站在小朋友的正前方，让他的视线可以在小丑身上，就不会再去注意到医生的针头。所以你们要尽其所能的一直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对，或者有时候只是单纯的唱一首歌去缓和一下那个气氛，让他的呼吸可以不要那么急促。然后有时候呢，小朋友也许他还是会很痛，还是会哭，那我们就只好尽其所能的就是陪伴他，
然后在他打完针之后，我们身上都会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啊，小贴纸啊，或者是小勋章啊，就送给他，让他知道说其实打针不是一件这么恐怖的事情。为了要逗哪个小朋友开心，如果他真的很痛或者他真的很不舒服，没办法了，你会使出哪一招？曾经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女生大概十几岁吧，算蛮大的青少女，然后那个时候她要做抽骨髓的医疗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医疗行为，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待会唱歌给你听。但是不是普通的歌哦，已经十七岁的女生了。对，是，对对对，再也不能这样子装可爱什么的去糊弄她，对对对。那我就唱了我们的中文歌的两只老虎，你们可以想象吗？可是她听得好开心哦，因为她因为其实两只老虎这首歌呢是法国的民谣，法国的童谣，所以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的。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中文的版本哦。对，所以呢，我跟我的 partner 就他唱法文版本，我唱中文版本，然后我们是卡农这样子，两声搭配，对，很好听哎。然后我们一进去，爸爸回过头来，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小丑医生，然后呢，我们只是来唱一首歌给小朋友听就好了，我们不会做太多其他的事情。然后爸爸从决堤，然后到慢慢的呼吸，慢慢的平静下来，慢慢的感觉到爸爸也开始放松下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有一些在笑的不是只有小朋友，对，有一些是他们的爸妈，对，他们的祖父母，对，或者是只是来陪他们来医院里面一起看诊的人，是，或者他们可能根本就是陪着这个小朋友长期住在医院里。对，对他们来说，这样子的表演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家长也许比小朋友还要更需要小丑的表演哦，因为通常其实爸妈的心理压力可能比小朋友都还要来得重，来得大。那他们有，就是那个心理的那个压力，除了是担心小朋友的状况之外，有一些些也可能是他们一些些的自责的感觉，就是说内疚感、责任感，对。那所以他们常常会不敢让自己放松，哦，他们更不可以，对，要在小朋友面前，因为他们必须要坚强，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当小丑进入到病房的时候，爸妈是第一个张开双臂欢迎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除了让看到他们的小朋友在看到小丑的时候开心的大笑，其实对爸妈来讲就是一种很棒的礼物。然后同时爸妈本身也可以借由小丑的表演得到某一种舒缓，借由笑容来得到某一种舒缓，所以其实是演给爸妈比演给小朋友还要多的啊。因为爸妈借由你们让小朋友开心了，他看到他的小孩平常是受苦的脸，现在是展开笑颜的脸，对，所以爸妈也很开心。对，所以在法国行医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小朋友的事，然后你跟他们互动的感情？这个病房呢是一个小男生，大概十岁左右吧，然后呢他是一个意外，就是说这个弟弟跟哥哥两个人坐小飞机要去，也许去一个亲戚家这样子，然后那个飞机就是有一些些着陆的时候有些些轻微的也算是小空难啦，是，然后所以哥哥跟弟两个人都很危急。然后我们要去这个病房，是弟弟的病房，他已经陷入昏迷，就是 coma 这样子，然后所以爸爸在弟弟的病房，妈妈在哥哥的病房这样。然后我们一想就说哇，这怎么十分大的冲击对父母来讲。我们就敲他们，敲第一次没有声音，再敲第二次还是没有声音，没有回应，然后我们就轻轻的推门进去，然后我们一进去，爸爸回过头来，已经一直在流，也不知道他已经坐在那边坐多久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小丑医生，然后呢我们只是来唱一首歌给
小朋友听就好了，我们不会做太多其他的事情，然后愿不愿意。然后一开始爸爸说没有需要，不需要了，他们说好，没关系。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爸爸又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是来唱好了。他可能第一个念头是我小朋友应该听不见，对，但第二个念头也许是说不定他听得见，我希望他开心。对，就慢慢走到 窗旁边，然后我站在前面，我的 partner 站在我的后面，然后开始唱，非常轻柔的唱一首法国的儿歌，这样子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一边唱呢，爸爸就我们只是一开始看到他只是掉眼泪，我们一开始唱歌的时候他整个决堤，然后刹那间我整个人往后退一步，潜意识退一步，因为对那个冲击太强了，我自己都快要哭出来。然后我 partner 就抓住我不让我退，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子坚持的把那歌唱完。然后爸爸从决堤，然后到慢慢的呼吸，慢慢的平静下来，慢慢慢慢的感觉到爸爸也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才体悟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小朋友在唱，我们其实要唱给那个爸爸听。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爸爸加油什么，没有。然后我的 partner 他就抽了一张面纸，就轻轻递给爸爸，然后递给爸爸拿来说谢谢，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出去。这样出去之后，我 partner 就跟我说你还好吗，赵琦你还好吗，因为他感受到我已经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不行了，我这忍了很久，泪不让眼泪掉下来。然后我 partner 就跟我讲说，我们一定要不能视而不见，对于爸爸的眼泪不能视而不见，但是也不要说呵呵抱着他哭，一张面纸给他，他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动作就够了。到底要如何成为小丑医生，应该不简单，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专业演员，但是专业演员还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才可以成为小丑医生，毕竟你面对的观众不是台下付了钱进来看的观众。对对对，的确在医院里面表演跟在舞台上面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毕竟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小，然后跟观众的距离又非常的近，然后你有时候你只有一个观众或是两个观众在你面前。那我去念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接受这些来报名的人之前会先有一个甄选的过程，有个 audition 的过程。你不是想要成为小丑医生就可以的吗？不是不是，就是说你要去上这个课。是什么呢？对，他会有一整天的类似工作坊的筛选过程。第一个是要看你到底是有小丑的技能在身上，你是不是一个天生的小丑。第二个他要看的是这个人的特质，也就是说要当小丑医生，他的内在必须要非常的健全，或者是很坚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心理素质要很强。对的，就像你要上大联盟，你要抵挡得住那种压力，心理的压力是心里面够不够强壮，够不够能不能够去接受发生在你面前的生离死别的这样的事情。对对，所以他们会看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小丑的技能，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所以据我所知，像我今年去念，对不对，他们之前有100多个报名，但他们最后只收了10个人。哇，这录取率真的很低。对，蛮低的。而且去报名的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小丑演员或剧场演员。对，我可以理解这个考量，因为你要面对的是病人。对，你自己得坚强，坚强并且正面。对，你必须是这样子的心理素质的人。对，不然你面对一个你很需要你帮忙的人，结果你比他还要脆弱的时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就表演着就哭了？对，不行，这样不行。小丑不可以哭，对不对？小丑尽量不要哭，当然还是会有时候无法克制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好，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就是说我们每次都是两个人去医院表演。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情绪要来的时候，他可以稍稍的往后退一点，让另外一个人，你的 partner 帮他
让这个情绪过去之后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尽其所能的让小朋友一直笑一直笑，有的时候反而是要让他能够心情平静下来，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表演的时候，就是要去观察每一个小朋友的状况，去设计最适合他的表演。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他有太大的情绪的波动。对，你不能去惹他笑。对，是这样。对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怎么样让他能够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让他平静，能够让他心情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变魔术给他看，也不能让他不能太激动的魔术。小朋友对于这样子的小丑医生反应是什么？我想象当中啦，如果我小时候有小丑医生，我可能会跟我妈妈说，我今天想要去，我如果我一定要去看医生，我会想要去小丑医院，会这样吗？会耶，会耶。有时候小朋友他们也会指定说，今天礼拜二没有小丑，所以我不要去，我可不可以礼拜三再去？因为他们都是固定哪，比如说礼拜一或礼拜三会有小丑在医院，对，所以他们也会想说，我希望有小丑在的时候，我再去看病这样子。嗯，让去看医生不要再成为小朋友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说实在话，我一直觉得怎么样把戏剧表演带到生活当中，一直是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对，怎么样让它不再只是一个小圈圈，或者是你一定要买票去剧场才能够看到好品质的表演的这件事情。那所以把表演带到医院给那些真正很有需要的小朋友，对我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妈妈其实很早年就跑到法国去受专业的法国戏剧学校的训练，你是今年又再跑回去专程上这个小丑的课。对，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面酝酿了很久很久了。就是我差不多十多年前去法国念表演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念贾克勒寇戏剧学校，那是在那个学校里面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小丑表演。然后其实呢，那个时候很多毕业的学长姐他们毕业之后就去做小丑医生的工作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就种下了这个种子这样。然后我毕业之后回到台湾，其实我就已经很想要做这个事情了，但是我发现台湾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机构在做这个事。然后后来我也是成立自己剧团之后也很忙，也没有时间再去推动这个东西。然后是几年前听说就是微笑医生组织，这个法国目前做小丑医生最历史最悠久做的最好的这个组织开始教小丑医生的课的时候，对，我马上就想说我一定要去上。因为说实在话，我一直觉得怎么样把戏剧表演带到生活当中，一直是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对，怎么样让它不再只是一个小圈圈，或者是你一定要买票去剧场才能够看到好品质的表演的这件事情。那所以把表演带到医院给那些真正很有需要的小朋友，对我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在这五个多月的课程当中，我真实的去实践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再加上我们同学的感情都很好，然后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份热情，一起在努力着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这五个多月对我来讲是在像享受一样很开心。那些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小丑医生，他们不可能都是铁石心肠，他们有经历过那一段，尤其是刚开始当小丑医生，跟你当了好久，你有经验，你该怎么面对处理自己的情绪？对，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他们即使到了现在，还是会有让他们情绪波动很强烈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也是当场听完，我眼泪就掉下来。一个癌症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每周固定去嘛，所以他这些小丑医生跟这个小朋友已经慢慢建立起一个算是蛮深厚的友谊了。然后小朋友每一次也都很期待小丑医生来这样。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一直治疗，到最后医生护士都说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够让他就是不要，尽量能够舒服一点这样。
然后小丑每一次去就是都还是尽量的让他开心，但是结束之后就是会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会蛮难过的。结果有一天呢，小丑医生又去了，然后呢，妈妈、爸爸妈妈、护士、医生都跟他说：“你赶快来，多少多少病房，他在等你。”然后他们就去表演了，然后就还是照以前一样的方式去表演，也没有特别的说怎么样，就是表演给他看。隔没多久，小朋友就走了。对。然后就想到，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们应该要受这样的训练。对。就像医生一样，他们真的就是像医生，也需要一个 time out， 就是也需要一个把鼻子拿下来，喘口气。然后甚至让自己哭出来，这样子的过程。他们就像医生一样，医生还有下一个病人，他还有下一个想要去抚慰的小朋友。对对对对，就是我相信，其实就算不只是小丑医生，医生以及医护人员是都是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算是护士，他已经工作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面对小朋友的离开，他都会很难过，每一次都会很难过，每一次。就是有这样的护士小姐，就是她已经工作三十几年，但是每一次有小朋友的，她都会哭得很难过。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我会觉得，也许我们获得的比他们还要多，会不会？你在医院行医的时候会这样觉得吗？是真的，我真的觉得每一次去医院，不是我在付出，而是我一直不断在获得。真的真的。然后对我来讲，最感动的事情呢？是看到不管是小朋友也好，或是爸妈也好，在面对人生这么大的困境，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还可以保持对生命的热爱，以及正面的积极的那个态度，以及对生命真正的是活在每个当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就让我觉得我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小挫折、小痛苦根本不算什么，在他们面前，我根本没有资格再去抱怨什么东西。妈妈什么时候要把小丑医生带来台湾？你这样讲，我真的非常期待。我们台湾以后的小朋友也会说，我想要礼拜二去看医生。他主动自己这样讲，我不要礼拜五，因为礼拜二有小丑医生在。对，有啦，我们已经开始在规划，然后希望明年度可以让这个东西能够正式上路。我感觉台湾其实台湾的家长或是小朋友其实都非常的开放，就是对于新事物都非常开放，然后也非常的很有幽默感，然后也能够接受，我感觉他们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也很跃跃欲试的想要来做做看。好，对，妈妈。拜托你，小丑医生赶快来台湾，然后进医院里面去，让台湾的小朋友看医生也很开心，然后健健康康的出院。好的，谢谢妈妈，谢谢。